从进到罕见疾病街头艺人张秋玉小姐我们演唱，那在现场的一样只有宣言，我们的称赞的风和日丽的好日子。那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主题呢是国际身障者日的宣导活动。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对身心障的相亲呢有很相关的一些支持以及福利措施，都可以获得他应该有的权利。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物理学家就是霍金先生啊，他本身是一个严重的脑性麻痹的一个的病患，可是呢这并不影响到他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物理学家。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只要我们营造一个友善的环境，那每一位我们相关身心障的相亲都可以发挥他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美好的一个世界。那今天主办我们主办的同仁很贴心的用这个别开生面的方式让大家轻松的在这个放风筝的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的方式呢来做一个宣导。我们栏杆是大晴天，那我就觉得真好，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身心障碍者的权益，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又不是身心障碍者，这个有450位，要450位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他可能大人，不管是男生是女生，不管是有障碍还是没有障碍，大家都可以来参与。那我们这个福澳运动场它设计的其实非常好，就算是脚不方便甚至坐轮椅的也可以从左边的草地斜坡或者右边停车场那边的斜坡也一样可以进来我们的这个运动场，然后后面也有斜坡可以上来这个讲台。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给予的是一个平等公平的一个机会，一样可以就学的机会，一样可以工作的机会。那这个就要我们大家各个层面的支持跟协助。所以像我们今天摆出来的辅具，我们看到有行动的辅具，我们看到有生活上面的辅具，其实食衣住行各方面需要的辅具，我们卫生福利局这Thank you.
教导这位听障的孩子，正是我们在教育里头提到的融合。那么机会平等，不歧视，不排斥，我们在谈一个就业，就业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接纳身心障碍者，让他们可以有平等的公平的机会可以。